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我卡。我们今天要来参加彼得爸跟苏珊妈性别揭晓派对。今天呢，我们穿的衣服啊，全部都是有巧思的，因为他们有个 dress code， 就是蓝色是猜男生的，粉红色是猜女生的。我先问妹妹好了，妹妹你是猜男生还是女生？啊，你怎么会穿粉红色的？你要讲你啊。因为他想要穿粉红色，他想要穿这些套装。所以你觉得会是男生？真的假的？可是你穿粉红色，那你咧？女生，如果是我，两胎男生，第三胎我一定非常渴望想要生个女宝宝，所以我一定要坚持投女生，希望她可以女生就对了，对，用这一股给她的力量，对，帮她加持一下。但是已经注定好了，又要男生了、哦，因为女生喜欢男生，所以你都要选男生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刚才有点在问你一些废话，因为他们本来就穿粉红色，所以就应该是猜女生才对。然后我呢，哎，聪明的吧？你看人家说要猜男生还是女生，蓝色或者是粉红色。你看我的外套，哎，等下这样子盖起来，男生就这样，我就猜对了。啊，如果是女生呢，外套卸掉，哎，我是猜女生的，很聪明吧？这个衣服应该100%几把分。穿蓝色外套是吗？回去再跟大家说。那我觉得妹妹今天的衣服好像花童在穿的，有没有感觉？难得有这场合可以穿啊！原本这衣服是要让她叔叔结婚可以穿，可是没有派上用场。而且她有那种卷发、欸，哇塞！最近越来越懂得打扮了、哦，妹妹。然后我有蓝色外套没得穿。妈妈也是用了卷发，有不同的味道。你是希望走成熟还是走有气质？气质哦 ，OK 的啦。他们穿白色的，谁穿白色？你的爸也是苏珊妈，我今天要抱一下女生。苏珊妈自己还不知道答案吗？不知道，真的、哦，所以她是就直接盖起来，跟上次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上次产检就是戴眼镜啊，戴眼罩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然后你的爸也不知道，他也没看到，他只拍我，他不敢看。哇，真的看不懂，哇哇，我有两个，我等下盖起来，脱掉就对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六六也是，六六也是。也可以啊，这也可以吗？对啊，这是尿布吗？对，是尿布。然后写祝福的话，写你自己再多一胎，你要参考别人的、啊。因为没有遇过写尿布，大部分都是参加结婚啊。只是写早日戒掉尿布就好了，健健康康早日戒掉尿布，这是妈妈最希望的吧？各种祝福哎，然后我们是写小宝贝乖乖长大。平安健康，早日戒掉尿布。对对对对，要写男生哦，那你要贴男生那一边哦。可以读一下了。对，我要来读了。读性别，这好特别哦。他要猜男生，我要猜女生。对，我猜女生。很难选哦，对，很难选。因为前面已经有两票男生的。来个例外嘛。但是我姐是三个男生。你不要跟我讲这件事情。读女生啊，我不想知道。我要女的，我要猜女的，我要猜女的。这边可以猜性别，目前女生的看起来好像多一点哎。这边是男生，大概十几个，女生应该超过20个了。而且有一些猜很大哎，直接就好多张都是猜女生的。哎，直接投10个，10个女生。我看到 Anson 在这里也有 ，Anson 在这里也有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美西太太，美西太太，美西太太，这里该不会也是吧？也是美西太太，这里也有美西太太，哇，美西太太是猜了超多个，都是猜女生这边，这感觉很奇怪。我们在哪？他要投男生的这一边。女生，哇，酷爆自己一个。然后我是女生，你呢？我也是女生，女生，谢谢。我接着好，是隔天晚上7点才会公布性别画面，是不是？看医生的是隔天，等一下就会宣布了。对。好久不见，中原，你该不会王国之泪快打完了吧？没有。我刚刚把所有的合成那个合成完，好好玩哦！啊，神庙嘞，那个石头跟那个木棒合起来，我就好开心。我都做一些脑洞大开的东西去解谜，他们有给一些材料嘛，然后像那个绳索，单个绳索怎么过的？对，那个我都用一些很奇怪的方式。太强了吧！我还把那个木板跟那个树干啊，全部把它组合在一起，拿来挡怪物。比较强的怪物走过来打一下，全部散开。我已经看到网络上有人在做什么机器人升级啊，对对对对，超强，对不对？好帅哦！对，我觉得这次真的超好玩的，真的好玩，就发挥很多奇怪想法。反光镜哦，然后就照那个怪物这样啊，会有伤害吗？他会这样啊，对，然后武器甩掉，所以你就可以赶快打他。对对对对，哦，太棒了，学到一招了。每个东西要把它粘在一起，然后把它叠好，然后过桥就直接这样子。好玩，它有一些地方是真的做就过不去的，真的要架木板啊什么的。可是我觉得它那个胶好厉害哦，超强。OK， 拿食物了，拿食物了。对，看起来超多的。你好近哦，你说你要什么？点心啊。好好，沙拉。妹妹说她想吃什么？随便啊。
妹妹要随便吃哦，这个是你的还是妹妹的？公家都可以。哦，还要自己加，马上妈妈被拒绝了，要生女儿好吗？也不错啦，比较贴心啊，会帮按摩哎、欸。对，他现在每天晚上都会帮我按摩哎、欸。对啊，主动哦、喔。对啊，你看多赚啊。下去不行，他就说还要再按，然后还要再数三百下。对，双重赚到，爸爸省下去给人家按摩那种花的消费。这边还有面包跟一些鸡汤，前面甜品的部分漂亮哎、欸，这个怎么完蛋呢？完蛋呢？我看了会误会，柠檬塔看起来真的好特别啊！旁边也有很多泡芙蛋糕，哎、欸，这是巧克力蛋糕哎、欸，它做成紫色的，嗯，好，然后巧克力塔，还有水果。前面的话呢，有个大舞台布置好漂亮哦，哇，现在很多人，我觉得粉红色军团好像多了那么一点，我也希望说是粉红色的啦，综合一下不同的性别。蹭饭吃系列的计划又来了，今天共鸣正大的测，等一下就会揭晓答案，超紧张的。我还是觉得女生会比较好，好，男生跟女生虽然说比较好像不一定能够玩在一起，可是有时候家里有个女生，我觉得还是会不一样。很像我们在吃蛋糕那个中间的那个奶油，就很融滑，对，可以让家里的气氛稍微不会那么的阳刚。对，因为我们家原本就两个男的，两个女的，男生就是会大大声、吵吵闹闹的，然后女生就是可能比较文静一点。对，像我的话是因为我只有跟我弟嘛，所以以前我们其实很少接触到女生，小时候都会那种男生不能接触女生，接触到会呢哎呀那种感觉吧。但是等到我高中的时候，我全班男的，从小大概一到二十岁之间很少接触到女生，对女生的认识就很少。那家里面也因为都是男的，就你妈妈一个女的，对，再加我是来的，所以我一开始来去球法家气氛的不习惯，弟弟很害羞，对对，他很少碰到，我也很害羞啊，没有，所以我觉得在家里一个女的，两个女的，我觉得气氛会很好，因为女生比较会撒娇，我就会赖在我爸的身上，啊，这我绝对不会，我爸会叫我滚，爸爸睡觉，上高抱在一起，家里也一定要赖在他身上，超特别的，他现在我爸也会啊，跟男生可能长大就比较少，骑机车以前都抱住我爸的肚子，啊，都会这样抱着，现在没有啦，不可能，我们没有，对，但是女生就是会啊，撒娇啊。会比较让家庭的气氛好一点，帮忙按摩。好了，所以希望是女的。对，希望加油。现在罗卡被派去台上了，他们要来一段游戏。这边呢是叔叔单身的，然后这边呢都是爸爸满足的，然后就是要比喝哪一瓶，看哪一组呢会喝完，看是爸爸组还是叔叔组的会赢。那么简单呢？有有有，叔叔厉害，叔叔厉害，加油！三四五棒的人很紧张，很开心。很难吸吗？很难吸啊！很难吸啊！超级难吸！真的，所以我寿年就要来吸这个。可以可以，要反而会有脖子点。这样，直接吸。从这个奶罐应该是刚好怪怪的，那个奶子对，完全吸不到。现在怎样？喝完奶要打嗝了。对，要帮忙拍嗝啊！要拍打嗝。恭喜！那个老 A 啊，还在拍嗝。恭喜！三到一的时候你就脱尿布哦。好，结束了，好感动哦！对，终于猜对了吗？如果我们也突然有一个，应该也是会蛮感动的。不管男生女生啊，就是女生的话就是酷爸的伴嘛。那如果是男生的话，就耶一百分，一个好字。其实很多人问我们说，为什么不生第二个？其实这也是年纪到的一个尴尬问题，因为并没有说那么好生啊。对啊，真的是这样。对，以前都听人家讲说，哎呀，就是一个不小心嘛，然后就突然有了，然后就突然就结婚的。
等到有点年纪之后呢，会发现如果是家里面可以准备好，或者是自己的心态上有准备好的话，好像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。对，因为真的到了一个年纪之后，其实要生小孩它变成是好像也没那么容易，就原本一直没有到，其实很多人在问啊，我们只能够笑笑的回答，就是缘分问题。因为我们其实也没有说特别做什么措施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真的各位看我们四十岁以前都还是有机会的。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有两个啦，正常来说会有一个陪顾吧的，不管是男生是女生，就是可以陪他的。那以我们的长辈角度来讲的话，其实大部分应该会希望我们再有一个小男生，比较传统的家庭里面都会有的状况啊。所以就这样，我今天看的真的蛮感动的，我们自己也再加油看看好了。反正就四十岁以前我们帮自己定的目标，我们这两个就一起好好的把它达成吧，就看老天爷怎么帮我们安排。对，没错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啊。喜欢影片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那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，拜拜。拜拜。